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今日我要带你去 Gippsland， 我带住你绝不踩雷，带你玩尽成个吉普斯兰，带你睇野生动物，踩住单车探访历史小镇，同你野外河边 fly fishing， 出海一齐搵海狮海豚，嚟个近距离接触，走进塔拉布尔加国家公园。去到 Gippsland 点去放过去的海鲜，当地最新鲜的食材。酒庄是来到维多利亚州不可或缺的一个地方，我都要一一带你去享受。准备打卡都打到手软了，劲靓艺术馆，当然不少得入住最靓的住宿，带你去浸维多利亚州最新式的温泉，仲有最正的户外体验。试尝当地啤酒，一次过试晒十款。而家即刻每个景点介绍俾你 ，Let's go！ 了解澳洲维多利亚州东南部原住民历史，呢、这个袋鼠皮真系好深刻，系攞嚟栽 B B 噶。呢度可以睇到佢哋嘅艺术文化，以波点形式绘画。呢度仲可以买到啲手信。墨尔本国家美术馆 NGV 流水式的入口，展馆楼高三层，分划了不同国家的艺术文化，由亚洲去到欧洲 ，national 去到 international 都一应俱全，还有很多互动艺术装置。The Loon Melbourne 是一场史诗般的艺术观赏，入到去真的会被震慑到，现场环境超震撼，根据不同创作的时期配上不同音乐、灯光，非常梦幻，还有得学画画。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打卡位 ，Waterfront 海鲜烧烤店，这个非常推介，海鲜超级新鲜，超弹牙鱿鱼，生蚝超爽口，和牛超 juicy。Cheston 时尚之都是澳洲最大的购物中心，这里有550多间商店和30多个 luxury 品牌。今晚入住的就是 Hotel Cheston， 是一间五星酒店，酒店非常新正。12楼的泳池非常之靓，可以望到180度风景。12楼的 Rooftop 酒吧装修非常华丽，这里有不同的红酒、白酒。Cocktail 呢度打卡最適合。Live fishing 釣魚體驗，農場主人非常細心教我哋釣魚，啲魚真係好似識飛咁啊！呢度釣完嘅魚可以即場叫佢燒嚟食。之後我哋轉戰去河邊釣魚，連我呢啲小初哥都冇攔到啊！呢間餐廳比較簡約風，主打健康 organic。The Big Drift 位于威尔逊甲国家公园，呢度非常值得嚟。估唔到维多利亚州好似有个沙漠咁嘅地方，一望无际嘅沙丘，你偶尔会睇到啲树木、海景，同沙丘作出鲜明嘅对比，超好出片啊 ！The Church House 呢度嘅装修好似教堂咁，宽敞时尚、独特嘅住宿体验，环境超靓啊！呢度有个超级无敌大花园。仲可以对住呢个三景浸 SPA， 风景一流啊！大部分食材都系嚟自呢度花园，每一餐都好好味啊！威尔逊甲巡游系世界第一客制水陆两栖观光船，呢度一共有三架，我哋开始历时2.5小时，探索独一无二嘅原始海岸，走到维多利亚州最南端，呢度仲可以同海狮近距离接触，呢度一共有8000多只噶，仲可以睇到 B B 学游水添啊！仲可以睇到奥白龙山史前巨石，即系骷髅骨岩。Wallachas Hill Vineyard 系一间精品酒庄，带你走进葡萄园，仲可以睇到薰衣草。呢度嘅 logo 设计灵感嚟自于原住民嘅波点绘画，画出佢哋对住嘅山头。带你走进塔拉布尔加国家公园，呢度有超巨大嘅白蜡树，步行令人最深刻嘅悬索桥。会不会有恐龙出没噶？穿过热带雨林的树冠，可以欣赏到森林下面的蕨类植物，享受大自然的壮丽。
转眼我哋就嚟到沙甸鱼餐厅酒吧，里面以轻食为主，各式各样嘅葡萄酒。我哋 order 咗生蚝食，厨师即场为你切 prosciutto， 当然要试下我哋啲沙甸鱼啦。成个用餐体验都非常之好，非常之 true。澳洲人真系非常识叹。我哋喺贝恩斯维尔出发去 Raymond Island。Raymond Island 又称维多利亚州树熊岛。这个岛就在对面，不用五分钟就到。不过我们的车是要揸去船仔道，之后船仔车我们过去才去到的。这里是有得租单车，踩着单车去寻找树熊。有两碌和四碌，我们租了四碌单车。记得个头要周围望，随时有一只出现在你身边。这里除了可以看到树熊，还可以看到猫头鹰在这睡觉，还有袋鼠在这跳。踩到湖边仲可以睇埋天鹅 B B， 呢个系维多利亚州最新式嘅温泉。呢度会有豪华露营村，揸住高尔夫球车带我哋去浸温泉。温泉对住嘅系无敌大海景，圆筒型嘅温泉桶，咁特色嘅温泉你浸过未？呢间系我哋今日食晚餐嘅地方，店铺以海洋为主。好似上咗一艘帆船咁啊！呢个系海鲜拼盘，呢个就系好多澳洲人都 order 嘅 chicken parma。呢间住宿系可以近距离接触野生动物，同埋有非常多雀仔喺出面噶。房里边都有雀仔粮提供，可以喂雀仔。夜晚仲有机会睇到 wombat 添啊！准备带你哋出海。我哋系要玩独木舟啊 ！Lake Entrance 嘅独木舟体验你一定唔可以错过。中途我哋会穿过好多小码头。Yes, she's free. Nice, made it. 一道餐嘅风景真系好靓啊！我哋餐到去对面陆地之后，行咗个小山。呢个木雕袋鼠好有艺术感啊！呢个位置就系通往大海嘅方向。呢度系有超级多海豚、海狮喺度游水噶。哇，超多隻啊！睇唔睇到佢透出嚟啊？哇，酷！哇哇！哇！我哋而家到咗 Nicholson River Winery。位于 Gippsland 的东部，这里真是风景如画的。这个 cheese platter 加上美酒真的很正的。喝完红酒我带你喝下啤酒啦。 Bull and Bury 的啤酒厂都很大的，酿制了很多款酒，在这里可以试到不同味的啤酒，喜欢的话还可以整箱搬回去。之后我们向高山出发，去到 The Pressing Shirt Cafe，可以试到澳洲乡村特色松饼，自家制的 lemonade， 当然不少得他们的橄榄油啦。之后今晚我要带你们去一个很特别的住宿，就是这个高山自然野外体验。这里的设备都一应俱全，等我带你今晚我们要睡的地方啦，就是这里，就是吊在树与树之间的帐幕，爬上去给你看看。之后还可以浸澳洲最高的木火热水浴，还可以喝着啤酒超下添啊！呢度嘅 risotto 系超好味，食饱我哋仲睇埋日落添啊！用树枝叉烧棉花糖，你试过未？之后带大家去睇下 Bright 呢个小镇，呢个小镇俾人感觉好舒服。呢个系免费入场嘅水上乐园，呢度唔止小朋友玩得好开心。大人都是一样。这间酒庄我强烈推荐，地理位置非常优越，可以俯瞰维多利亚州东北部连绵的山丘。重点它的食物超出色，另外菜单非常细心，每道菜式都有红白酒建议。我们来到比奇沃斯，当然要踩下去电动单车游览整个小镇，戴好头盔就出发了。踩单车途中可以去到呢度游下水，仲可以睇到瀑布添啊！呢个小镇嘅建筑都系留有维多利亚州以前嘅建筑，呢度系有好多怀旧小店。我而家带你去好出名嘅啤酒厂 Beach Road。
里面的啤酒有很多款，非常 colorful。 这里还可以吃很好味的披萨，当然不少得一次过试试去十款啤酒。这间是我们今晚入住的酒店，装修都挺华丽，全部都是混石来的。花园有个游泳池啊，这个小镇最出名就是蜜糖，记得不要错过，在这里兜回转，等我带你沿路看 Silo Art， 一路开车寻找桶仓艺术，都是维多利亚州很出名的艺术。从桶仓外面可以望到很多历史故事。去到旅程最后一站啊，带你吃好西，这里样样都好好吃，真是大满足啊。好多谢你今日嚟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Cool and kinda not wanna give myself to you.